告诉各位，不用紧张，莫急莫慌莫害怕，看平民百姓如何破解这一局哦，看好哦，看好哦。看到，低血高连击，你你啊嘞！干，我没打到他，为什么要吹我两下？刷牙，非常痒。啊，干丁老师哎，我操！那是失误，你要走啊！我只是在数几颗而已。看到右边的没有？这是哦哦哦 ，no no no！ 啊，你个死的，看！干你没希望的死啊！干干得好啊！看我的三吸变二十一吸啊！能够切猪切成这样的，我跟你讲，痛吸啦，就是怎样？总切！我干你老师！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求求你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甩我了呀！三吸变二十一吸，各位，下一场就是三吸变鸡鸡了啊！你会掉了。干，这一定有问题啦！他妈的，我不爱用这堆啊，西亚派去啊，机率一定给他调过了。干，绝对有调的，绝对啊，绝对的，一定有调，一定有调，一定有调了，一定的啦。看这个统计值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有调？有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我都要说他有，他妈的，这什么弱猪？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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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咪，你上好搞十四康哦，十八康，十八康，十七，十八，差一康有点危险啊！不要残血啊！你娘的鸡啊！干得好啊！干得好！这这，天降至少会有一组啦，送走，刚刚好残血，我干。啊，这边还有回收的，金老师回收的值啊，太好啦！呵呵呵好，收服。告诉各位，我们不要破坏公物，也不要破坏这个对家里的一些东西。当你看到纸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你的怒气往那个纸上面，就给它揉下去。这一种是正确示范，知道吗？叔叔没有练过，小朋友都可以学。揉纸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抒发情绪的方式，知道吗？